边这边。快点！来，走了走了。给上裤衩。好嘞。偷了你们的东西，固然是他的不对，但你们能不能放了他？你给钱啊？给你，拿着。走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大哥，多亏你了，大哥。谢谢啊，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在那儿，快追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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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谁呀？一大早就来串门。啊，韩司令，冒昧讨扰，还请见谅。在下加藤浩二，日本在华侨会会长。加藤先生，坐，请坐。
请。加藤初来乍到，还请韩司令多多关照。一点心意不成敬意，请韩司令笑纳。哼，没想到加藤先生不但中国话说得好，还很懂中国的人情世故啊。久闻司令有此雅号，初次见面，小小心意希望能入司令法眼，不至于露怯呀。看来加藤先生这是有求于韩某人。韩司令也是聪明人，希望韩司令帮我找个人。说。听说令千金见过明光寺血案的凶手，还被他所救，可有此事？小姐，这是司令临走的时候嘱咐厨房给您做的人参汤，他说一定要看着您喝下去。端走，没胃口。整天闷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我都快烦死了。也不知道双儿他们怎么样。小翠，啊，你去门口，把那些卫兵给支开，我去找他们。小姐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，司令吩咐了，你哪里都不能去，更不能外出。你都不知道出事那天司令有多担心，出去万一再遇到强盗怎么办啊？臭丫头，你听他的不听我的是吗？我这不是担心他们吗？你看出事那天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们也不会受伤呀。我这心里不踏实，想去看看他们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以后你就不要在我这待了。那好吧。哎呀，我是军人，地方上的事情应该由警察局管。韩司令，天津为华阳交杂，小小纠纷极有可能引发外交冲突。韩司令新官上任，也不想让南京方面不高兴吧？哼，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小小的杀人犯能闹出那么大的动静。此人血洗明光寺前，闯入了日租界，盗走日侨协会中极为重要的物件。按照租界法规定，我该请大日本国驻天津公使出面。事情一旦闹大了，影响日中两国的友善关系，岂不是给韩司令添麻烦吗？那么这样吧，我马上派人捉拿此人，并且全程戒严。那我就多谢韩司令了。你去天津城的北岛巷，找一个叫狄云奇的人，他是你师叔，他左耳朵后面有一个红痣，你可以像新人师父一样的信任他。
天津城防司令部，天津全城实施戒严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现在开始，所有人就地检查，城里人有身份证件的可以放行，其他人员全部带走。